可能通常这时候都会叫我讲笑话，但是没有，因为我讲笑话非常的不好笑。你讲讲看。不要，我上次讲被你们骂。我忘记讲一次，但是我会笑。啊，但是我现在看不到台下的人的反应。大家给他们一下掌声，好不好？主持人来跟我，我来讲给主持人听，好。好啊，那我偷偷来听一下。那你说说，你要讲笑话吗？嗯，对，好，来，好，这里有一个例子，嗯，那这个是什么？高例子，举高例子，举高例子，举一个例子。那就你们自己撑场吗？我觉得讲非常好笑。好了，再见啦，再见，今天只学到这咯。他说请离开，请离开。好坏啊，现在主持人都还要被霸凌。对啊，那我们就常来访问一下。对啊，那哎，你也是来自我们世新？是我世新来的。对，那我现在可以偷偷宣传一件事。好啊，他们有在大四新，然后是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的。就是那个意思。
需要靠这比赛来衬托自己的实力。没错。就是已经非常厉害。那我们要不要？大概，哎，怎么？你为什么自然？我就觉得说很久，就是要好事多磨啦。要听到好的歌前，我们总是需要先就是到抚平一下自己的刚刚的情绪，因为刚刚热舞太嗨了。没错。刚刚跳舞的人真的很。那你们有没有对热舞组、歌唱组或是任何一组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？还是刚刚性情放纵，你觉得哇太厉害了？我觉得今天我比较，因为我刚刚都比较后面才来，然后看的比较都是热舞组的，对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会跳舞是很厉害的事情，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舞痴，对，所以就是每次看到跳舞的人都觉得，天哪，他们也太有勇气，然后就身体律动都很好，像我就是不行。那你知道像我是怎么样吗？我唱歌不行，跳舞不行。所以你会主持啊？没有，我是我不会，你要先叫我出去的啦。我不会主持啊。长得不行，他唱的不行，跳的也不行，那我不是更该死吗？我明天休息。太早，还有回，还有大好日子，就是那也很难讲，因为毕业就你看我们又没有稳定的那个工作收入的，对啊，毕业就几十页。不要这样讲，我们视听团出去是非常厉害的，好不好？怎么说？在业界人脉通通都是我们。介绍一个充满整个传播界整个社会，好不好？你说一个就是哦，像长辈要提携自己的后辈的感觉啦。事情最重要是团魂团结，好不好？又是团魂了。对啊，因为刚刚真的是看完了说一连串的表演，我觉得现在真的对事情充满了希望。对啊，而且你看今天很多都是团体来，就代表事情同学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好。像我们男性可能他们也是双人组。对啊。因为两个都很能唱，非常厉害。差不多好了。声音好像是希望的钟声在敲响我们一样。那我们就应观众的要求出去喽。好，我准备好了吗？